在等待的同时，也跟大家再讲一下，明天感觉夜现场啊，感觉夜现场在明天是5点半开始啊，明天5点半在这个场地。那么我还有一场在10月20号。在天母的忠诚公园也有一场感觉夜现场的演出，近距离的欣赏感觉夜现场，好有感觉。那么我们最后的一个大型的汇演，也就是台北爵士音乐节最后的一个大高潮，就是在10月26号到10月28号，连续3天，礼拜 5、6、日3天，在大安森林公园哦，有这个最好的这个所有的乐手都到那边去做一个大汇演啊，那边不去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我们身为台北市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，而且我们作为乐手在台北做演出，其实也非常的幸福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乐迷都能够用他们最诚恳的一个心哦，真实的跟台上的乐手做互动，让他们受到鼓舞，让他们继续的在台上演现他们最好的音乐，最好的一面。所以希望大家每一场都去支持，全部都是免费，欢迎大家去支持去领赏。那么刚才有朋友在问我说，台大骚动爵士大乐队他们的下一场演出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10月20号在西门红楼的大河岸哦，跟 Andy Jaffet 还有非常知名的萨斯风手董顺文哦，他们会在那边做一个演出，而且他们也跟美国来的 Big Band 做合作，那么也可以好好的去参考去欣赏这一场演出，非常非常难得哦。这个昨天是教师节，我晚了一天跟老师说，老师教师节快乐。18年前跟他学吉他，这不成才的学生，没有，我们来好好的来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，他同时也是我们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策展人哦，连续3年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哦，我们来请老师来分享一下。好，因为我们还要一点时间，所以我就趁这个时间。这个你可以看到我很忙哦，校长兼壮钟，哎，官呢老家呢，那我对爵士乐是有很大的热情的，哦，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争取这个一个策办的活动？那我自己认为有点严肃哈，但是还是要把这个正当性跟严肃性讲一下，作为一个策展的心声哦。我自己认为呢，爵士乐呢象征着理解他人。然后呢，可以让他们自由的发声，带着
尊严啊，带着尊重去倾听。那今天我们呢，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去倾听。那借由这样的爵士乐精神，把大家凝聚在这个地方呢，啊，这是这个活动的一个目的哦。那再来，爵士乐象征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力，啊，不同的文化呢，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背景，形成不同的这个交流。那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融合方式呢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办今天台北爵士乐节第十二届台北爵士乐节的重要的目的。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支持，后面还有很棒的活动。那最后大安在十月底有三场，希望大家可以惜家带小到那边去听一下这个难得的台北爵士乐节。谢谢。谢谢。10月26号到10月28号，礼拜五六日连续三天，在大安森林公园。哦，这个千万别错过了，那边的感觉也很好哦，而且最好的乐手都聚集在一起了。从老师们的 soundcheck 就可以看到，老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持哦，每一个细节都非常仔细的去应对。还有学鼓的朋友们，明天下午，在台湾大学跟石大福老师，我们现在在场上的鼓手跟石大福老师会做一个鼓的一个讲座，一个座谈，一个工作坊，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去参与哦，非常非常精彩，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。好，大家好，好，我们是 Riverside Jazz Collective，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萨斯风手是谢明彦 on the saxophone， on the keyboard， 洪云慧老师 on the keyboard， 然后根石大辅 on the drums， on the 贝斯手邱培荣。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融合爵士，融合城市，所以我们今天带的主题就比较是符合 fusion 融合，结构性比较多一点点的，请大家这个可以欣赏一下。第一首歌叫做 Nine Reason。
Thank you.
Yeah, 爵士就是这样子，有总是有一些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，反正你们也看不出来，不是吗？好，第二首歌呢，也是有经典老歌，是由 Herbie Hancock 原来作曲的 Watermelon Man， 但是我们这个一个版本是比较稍微比较 rhythmic 一点点的，我们来做这首歌叫 Watermelon Man。
做一首稍微换一下口味。